他的身体呢，也比较状况不是很好。最后我是到了亚特兰大去参加比赛，去参加柔道比赛。那最后呢，在比赛完的当天，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比赛，我也回到台湾以后呢，在回到台湾的那一天，然后我哥哥告诉我说，他妈呢，在你回到台湾的这一天呢，他已经先走了，他没有办法等你。你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妈对我上好，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伊嘛常常带求情，看人在笑，看人在梦讲话，看人在美想找。伊常常谈讲，叫阮常苦苦读书。这呢啊两杯哦，伫彼个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妈，你到底是在讲啥话？断了后，才知影阿妈的话，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。买菜的时候，或者买水果的时候，都会跟人家说：“啊，你生活较小嘿啊，我比我温顺些啊。”然后他也叮咛我妈妈、我爸爸、我的家人，就说：“以后来去我拐吼，你忙过考啊，因为听我阿妈的这样一席话，所以他们都会对我特别的照顾，对我特别的温暖。”让我觉得说，我阿妈对我从小到大是非常照顾的。